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特作的鱼，木呀，小铃铛。嘿，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Hello，欢迎收看两个原始人的进化史啊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首先，咱们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。上期视频，咱们是那个做出来了磨盘，并且是磨出来了那个面粉，那就意味着咱们即将在。某个时候可以吃到面包了，爱情感觉跟，哦，咱们就差寻找自己的爱情了，不是有句话说爱情与面包不可兼得吗？谁说不可兼得的？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有面包了。干什么？哎，Hello，那个线下的时候，那个小铃铛也是把自己的成就给完成到了我现在这个进度。咱们接下来该做的就是那个，对，你看，看我手中这个是什么？什么？我看不见，哥哥，你拿的是空气。有了这个东西，咱们就可以做那个耕地了，咱们就可以种田了。哥哥，你拿的啥呀？我没看见。骨块啊。哦，磨呀磨呀磨豆腐，磨豆腐，哥哥，这骨块怎么来的呀？我的天哪！捡来的，一个能这磨才让我九们信呢。个，一个能磨九个骨粉啊，那就意味着咱们有18个耕地嘞，有18亩地嘞。18亩地的话，我想一下，18亩地，那我们就可以种土豆嘛。哥哥，其实我觉得咱们不用种地呀，我可以在外面捡回来给你吃呀。不是，咱们有手有脚的，不要去捡啊，可以自力更生啊。对，我要捡垃圾呀，我觉得捡垃圾比自力更生更有趣呀。那我这种东西你不准吃啊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哥哥不行，那不行。你种的东西我肯定可以吃的啦，不用自己动手的东西是最香的。好像没毛病。想不想打死我？我竟无言以对。哎呦，好开心呀！15个还差3个，耶！耶！18个耕地，哼！可是咱们好像离水源很远的样子。很近呀，很近呀，哥哥就在旁边。哪里有水？哪里？哪里？真的，你自己去那边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方向。那过来，把跟着我。咱们家能种的东西都给它种上啊！我知道这边有很多可以种土的豆，东西，我这边可以烤点肉吃。12个土豆，然后这个鱼跟鸡蛋可以种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我在这边烤土豆了。不是烤羊肉啦，明年的这个时候，咱们就可以收获更多的鱼跟鸡蛋了。在哥哪哥，边啊？你是疯了吗？左边还是右边啊？好多羊肉，好多羊肉！哥哥，等一下，我来了。左边，右边，左这边，你跟着我，右边。你跑反了，那边是村庄。哦，下雨了！下雨可以接水喝了。大头，下雨不愁，人家有伞，我有大头。你就是大头。好远啊！哎呦，好多苦力怕。不远啊，就在附近啊。这里怎么这么大一个洞啊？你看水，看到没有？哥哥不要打我！哥哥，你这里有水！哥哥，救命！这里种不起来的好吧？你不仔细是，看一你下，咬了水你回仔细家去看一种。下，你这没哎，被我没摔事。死。可以幸亏哈，接到水里，可以哈，小老弟，小老弟可什以么东啊，西在小老吹弟，哨子？吹起打死小你呀！喇叭，打滴打滴打，打滴打！你哎呦！忘记可以，你忘记会吹喇叭的那个小白了吗？完了，我好像忘了，完了，我个败家爷们破坏了2个耕地，在哪骗你？不要跳啊，在这个捡到一条鱼，耕地上面千万不能跳，跳的话会怎么样？会把耕地给破坏啊！我先把马铃薯全部种上，走，你别跳啊，我跳跳，你跳了，我就会跳起来给哥你一哥，脚。给你，我刚刚把鸡蛋扔在地上，结果变出一个这个，
哎呦我的妈，可以煎荷包蛋吗？待会咱们回家试一下。对，关键是它扔在地上竟然会变成一坨鸡蛋。咱们去试一下，丢进那个篝火里面烧一下，烤一下会不会变成那个荷包蛋？嗯，可能也许大概。棒！我刚好捡了，哎呦！棒！啊，哥哥你没看到我后面有个东西，为什么不提醒我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棒棒！自己听不懂怪我咯。好气哦！家的位置，哎，到家了。那我欺骗你了，行吧。树莓，看，都采了好多树莓了。来吧，咱们把这个生鸡蛋看能不能放进去。哎，哥哥，你看这样子就可以烤了，你看烤熟了好多肉。那个归你。看一下能不能烤。我要盯着它看这个生鸡蛋，我要吃荷包蛋，快点烤。我最爱吃荷包蛋了。我最爱吃荷包蛋了。能烤吗？虽然它叫做熟鸡蛋，但是跟荷包蛋的样子差不多哎，你看。哥哥，你吃吧，我再摔几个鸡蛋。我的妈！不敢跟你接着鸡蛋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就是鸡蛋的由来。不说出来可能你不太像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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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这个，哎，这是咱们蛋的来源，不能放它走。好像也是哦，这是咱们蛋的来源，不能放它走。把这个鸡蛋全部放进去烤，这样的话，咱们就有吃不完的荷包蛋了。对呀、啊，好开心。我先尝尝这个荷包蛋的那个滋味。哎，我不饿，打我一下，打我，用力。饿了吗？用力，没有。饿了吗？没有。饿了吗？嗯，你是送外卖的吗？饿了吗？我是送外卖的。饿了。嗯，我把馅放进去。怎么还有脆骨啊？怎么还有脆骨？要饭了，给我一个荷包蛋。哎呦喂！我们是来搞笑的吧？好了，哎呦，我把什么东西丢进去了？哥哥，那荷包蛋给你。咱们看一下下一步的成就，下一步成就我看一下，进度看一下，咱们得需要做一个这个应该是自然罗盘吧，这个东西，咱们可以通过它来寻找那个地形的。嗯，可以的。骨头放在这里。应该就是这个生物群系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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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南针，需要的是那个橄榄树原木加上树苗加上一个包皮骨头，我还需要给他们包皮呀、啊。骨头包皮骨头好像我有哎，哥哥。火之原木深色橡木、金合欢、云杉木、白花木、丛林木，橡木可以，有咱家是这个骨头吗？嗯，咱家有那个橡木，有橡木树苗吗？有木板还有原木。有橡木的树苗吗？树苗有，在外面，但是我没有放回来，我把它种上了。等等，这橄榄什么鬼？橄榄是可以吃的呀。这个应该是橡树树苗，才三个，橡树树苗我看一下三个够不够？要四个，还差一个。哦、可以烤。还肯定可以烤呀。还差一个橡树树苗，那去外面撸呀！我现在去外面撸。哎，小鸡鸡呢？怎么剩一个毛了？我捡到一个毛。哥哥，你是不是把它给撸死了？不知道呀。还差掉毛了。我哪知道？反正我从这里过一下，它就掉了一根毛。不是，它会不会是被火给烤死了？哎，有可能哎，那就不要在家里养鸡了吧。走吧，咱们去弄那个树苗去。嗯，好的。树苗什么鬼？树苗。等一下。会。你是不是傻哟？你不是把这里撸开呀、啊？笨的哟。哦，对，我这里没撸开哦，没撸开，所以走不过去。我真的是有点傻。
哎，杜虫，我怎么挖出一条虫了？杜虫啊，杜虫啊，打他呀！我是有毒吗？不是，我自己放上去的。等一下，周围安全吧？安全的，走啦。要砍树，它才会掉树苗。把树砍掉，这个是橄榄树呀，你种的都是。对呀、啊，橡树在这附近呀，我种了好几棵，在那边，这边。那这里。砍掉呀，把它砍掉。嗯，好的。我来确认，你周围的安全。嗯，好的，哥哥。你看它掉了好几个，掉了好几个。哥哥，你把多余的到时候给我放在箱子里，然后给我扭着。Nice， 小僵尸，一扭一扭的干什么？看见。哎，又好多树苗，哎，我也捡到一个。吃鸡蛋。哟，怎么还一个？你掉呀，你倒是掉树苗呀。够了。嗯，我再挖一点我自己做成就的。中间放一个剥皮骨头，剥皮骨头。然后这里是，哎呦，这里是橡木，再加上树苗，再用石板拍它，拍它的。当当，获得这个成就了。什么成就？我橡树树苗。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的成就。哦，不对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的成就。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下一步咱们得去，等下期咱们得去探险了，要去寻找那个黑暗之地。哦，那我们就要背上自己的家当，可是我们家当不很多。等等，感情，这个成就咱们还需要，是需要去村民那里兑换耕地的，阿西巴油。哥哥，你没去村民那里兑换耕地吗？没有。那你哪来的耕地？我的天哪！合成出来的呀。我们去兑换吧。好了。咱们哎，又一只虫子。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，就先结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。